立正，今日请坐。各位，咱再来继续啦，哈。啊，即马刷来，咱来讲正题，讲几波啊，讲正题啊呢，哈。啊，我即马要讲的，就是讲，从1920年代吼，到即马吼，将近要100冬啊，吼。啊，咱早期，咱遮个台湾人的即个先辈前辈。哦，为台湾打拼牺牲的吼、哦，啊，到即马一百年，将近一百年吼、哦，台湾的地位呢，啊，无改变吼、哦，啊，到底为什么吼、哦？是安怎呢？我一直咧思考这个问题啦吼、哦。到底为什么吼、哦？啊，咱无法度有家己。台湾人的这个国家吼，啊，咱知影1895年吼，台湾割予日本，啊，割予日本了呢，早期呢，这个武装台湾人武装抵抗，吼，抵抗这个日本吼，但是到这个1920年代吼，这个武装抵抗呢，就变作。这个社会运动，吼、哦，无用武装啊，我用这个社会运动、人民的力量，要来改变台湾的这个环境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伫1920年啊，有一个新民会，吼、哦，伫东京成立。啊，这个新民会就是讲，那像是差不多1970年代。伫美国、伫日本的这個台湾同乡会啊，相共吼，伫这个东京的这個台湾留学生呢，啊，就成立新民会。啊，当然是这个幕后呢，是这个林献堂先生吼，啊，伫台中雾峰的这個林献堂先生的这个啊赞助吼。啊，1921年，有一个台湾文化协会吼。这大家拢捌听的吼，啊，文化协会嘛是林献堂先生、蒋渭水医生吼，伊是一个医生吼，啊，成立的吼。啊，文化协会对当时的这台湾的这个贡献真大吼，因为伊成立了后呢，全台湾四国去演讲吼，啊，伊当时的民地吼。啊，无讲真开啦吼，啊，伊主要是要提高台湾人的一挂知识的水准吼，啊，四国演讲吼，啊，1922年有一个叫做台湾议会基层同盟会吼，议会基层这是日本话啦吼，啊，读起来较袂遐顺吼，啊，领导者就是林献堂先生吼。啊，咱知影林献堂先生，台中啊，雾峰人，吼、哦，台湾有5个大家族，吼、哦，啊，林献堂先生是中部的一个林家吼、哦，一个大家族，啊，家人是严家，吼、哦，伊是这个炭矿，吼、哦，啊，台北有一个林家做木材的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南部是姓陈的吼，陈忠和因遮个人吼，这个五大家族吼，啊，真有财力吼，财力算非常非常的好。啊，但是靠这个社会吼，对台湾靠贡献，就是林献堂先生吼。伊虽然是真有钱吼，啊，伫台中雾峰呢，伊目睭所看的所在。拢是伊个土地吼，啊，但是伊贡献真济吼，啊嘛奉献台湾奉献真济吼，啊，即、這个中国人吼，蒋介石1949年来了后呢，无偌久呢，发生即个二二八事件了吼，林献堂先生伊一个
足侪真好诶朋友，啊，伊诶亲信，拢互国民党台死吼。啊，伊较了解讲，蒋介石即个是大歹人，啊，所以怎啊走去日本？日本东京了呢，啊，就无爱转来吼，将伊遐侪财产差不多拢放弃，就到日本过身吼，过身伫日本安尼。啊，即个1926年吼。咱知影台湾有一个农民组合吼，啊，领着者呢是江吉钓港，啊，农民组合呢就是屏东吼，今仔在座真侪屏东的吼，就是屏东人吼，伫屏东组织这个农民组合，啊，屏东创啥呢？当时呢种甘蔗，哦，种足侪甘蔗，因为日本就是讲用迄个蔗糖会社。啊，农民种甘蔗做糖，啊来外销，吼、哦，啊赚这个钱啊呢，吼、哦，啊所以种甘蔗种真济，吼、哦，啊但是种甘蔗呢，互这个会社啊、北社会社欺负，吼、哦，偷斤减两，吼、哦，啊都迄当时的农民就是讲，啊上往第一讲种甘蔗会社帮，吼、哦，就是这个讲法啦呢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组织农民。啊，江吉这个人呢，伊是一个小学教员。啊，伊教的，因为领导这农民组合哦，伊教员啊失调啊，专心领导这个农民组合哦。啊，1927年呢，啊，台湾文化协会分裂哦。啊，咱在1927年呢，迄当时就所谓这个。左派、右派这个物件吼，啊，所以因为有左右派，啊，所以分裂吼，啊，分裂了后，一挂人去组织台湾民众党，啊，这是台湾历史内底讲起来第一个啊政党吼，啊，唔是民进党第一个吼，就是台湾民众党啊第一个台湾人组织的一个政党，啊，1928年呢。有一个台湾共产党，吼、哦，伫上海成立，吼、哦，啊，伊这个共产党的领导者呢，就是石雪红，吼、哦，啊，石雪红是一个女性，吼、哦，一个真传奇性的、真无简单的一个女性，哦，伊台中人、中部人，吼、哦，啊，石雪红，伊出世的时阵，吼、哦。啊，处理的经济真歹吼，啊，所以方卖做养女，方卖来卖去吼，啊，到尾是领导共产党吼，啊，一个无啥读册，因为咱知影女性啊，佮养女吼，无可能互你去读册啊，吼、啊，所以无啥捌字吼，啊，但最后经过伊本身的拍拼努力吼，到尾送去到迄个莫斯科大学吼。去啊读册安尼吼，是真有传奇性的一个台湾女性吼、哦。啊，1930年呢，有一个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林献堂先生、蔡培慧先生等等吼，啊，因领导的。啊，迄当时就要求讲，台湾应该要有地方性的选举，台湾人应该参与日本统治之下。诶，即政治啊，袂使讲全部拢是日本人吼、哦、来咧统治台湾，台湾人嘛家己嘛是爱统治家己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即个社会运动内底真侪拢有看得出吼、哦，林献堂先生伫背后、伫幕后诶一个影安尼吼。啊，即个社会运动呢，主要是要争取台湾人诶参政权吼。哦啊，毋是要要求台湾要建国，要含日本分开，毋是吼、哦。因为当时呢，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吼、哦，啊，台湾人是日本籍安尼吼。啊，伫遮个社会运动内底，真济啊，拢因为受到日本当局的打压吼、哦，啊，被起诉、被判刑的吼、哦，啊，真济人吼。哦啊，遮侪人我写吼，主要写几个人尔吼，啊，佫有啦吼，啊，佫足侪吼。啊，遮个人呢，
拢真优秀诶吼。比如讲，最后才有一个张钦谦吼，咱在座毋知有草屯诶人无？哦，张钦谦是草屯人吼，一个真张钦谦，啊，甲一个吴英福吼，一个草屯出身诶。这个台湾的文学家真不简单吼、哦，在迄个年代都有这悬的成就吼、哦，一个真好的文学家吼、哦。啊，偌好呢？偌好，检测大家捌听的吼、哦，彰化人，伊是一个医生吼、哦。啊，医生呢，一边做医生，一边写小说，啊，一边做社会运动，吼、哦。啊，伊上有名的呢？是伊个小说以外吼，伊、哦、是讲迄、那个医病了呢来济贫吼，啊伊有一个故事就是讲，即、這个要过年个时阵吼、哦，啊伊就要过年啊咧，啊伊足济迄个单小单吼、哦，因为足济散者伊个还者散者吼，大家拢欠少吼、哦，啊写单咧吼。哦啊！伊就看这个小单，哇、哦！这小单啦，拢收来吼、哦，实在是足好过年的吼、哦。啊，到底要去收还是唔去收安尼吼？哇！伊离家门啊，上鬼门安尼吼，上到最后呢，伊将这小单吼，拢总给烧掉安尼吼。伊、哦、就是讲，即马要过年啊吼，啊，这善家人那个收这小，伊嘛歹过年嘞吼。哦啊，不如我家己派过年就好吼，将迄个小单装修掉啦吼。啊，所以就是讲表示偌好即个医生甲文学家，伊个人格吼，伊个疼惜吼，即个绿色诶，即个台湾人吼。啊，所以即卖人家尊称讲伊是台湾新文学之父啦吼。啊，彰化人呢，甲称作伊是彰化的马祖啦吼。啊、所以有相同的吼，男性佮女性安尼吼，真趣味吼。偌好先生，偌好医生吼，啊，伊一个孙啊，特别咧讲吼，若清明节吼，啊，因兜也无毋免去扫墓，啊，是咱毋免扫墓咧。伊讲伊偌好先生吼，伊墓拢清气淡淡，哎、欸，啊，是安那清气淡淡咧？因为民间咧传说讲偌好。伊个墓个墓草吼，会治百病啦吼，啊所以大家拢去遐采采吼，啊所以伊个墓吼清气溜溜安尼吼，我毋免去扫墓安尼吼，所以偌好先生变做一个新的话出来吼，就是真无简单吼。啊，即杨贵，杨贵嘛是，杨贵伊是台南人，啊伊是写即个小说吼，写文学个吼。啊，伊袂晓写中文，伊拢用日文写吼，啊写真好。啊，迄当时呢，偌好先生有办一个刊物，叫做《新台湾新民报》欸，诶，台湾民报，毋是新民报，台湾民报吼。啊，即、這个民报真趣味，就是讲，伫台湾收一只文章吼，啊，甲寄去东京，啊，东京去编排啊印刷。啊，印好势，甲送倒来台湾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即、這个杨贵呢，有写一个小说吼、哦，啊，登伫台湾民报内底。我伊小说就是讲杨贵呢，啊，对日本批评足济安尼吼。啊，日本看讲，哎、欸，我、哦、这小说袂散呢，你反政府的吼，即、哦這个伊小说禁止出版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伊即个小说吼、哦。顶一半呢，就该禁嘛。啊，所以伊从啊从这个文章呢寄去日本参加比赛吼、哦，结果呢得到第二名啦。啊，第一名是重缺啦吼、哦。啊，日本拢安尼吼，因为你台湾人袂使摕第一名吼，干来当摕第二名呢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得到第二名呢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偌好较捌这个杨贵啦吼、哦。啊，伊。杨贵的笔名，哎，这是伊的笔名啦，吼。伊原来的笔名杨贵，这个贵吼，
就是桂花，啊，毋是桂花啦，高贵迄个贵，吼、哦。啊，偌好讲，哎、欸，高贵即个贵吼，无、哦、够力，吼、哦。你是毋是该改做妖贵？即摆即个贵吼、哦，因为咱水浒传内底吼，有一个乌旋风叫做李贵吼、哦。李贵这名看起来吼，哎、哦，靠力啦，吼、哦，所以甲。叫做李贵安尼，啊，所以真欢喜什么？伊以后名叫做杨贵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杨贵嘛讲，偌好是伊的命名之父啦吼，嘿、哦欸，这是这个关系吼、哦，真趣味吼、哦，啊，这拢是真优秀吼，诶、哦，即个台湾人，啊，搁1934年呢，有一个台阳展吼，因为我是艺学艺术的吼。哦啊，对这特别关心。迄当时1930年代台湾的这个油画家，伊的成就呢，都非常非常的悬吼、哦。啊，真侪优秀的油画家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其中一挂人尔啦吼、哦。啊，比如讲廖介春、李石樵吼、甘水龙、李梅树、杨三郎、陈林波吼。哦啊，遮一挂人吼，啊，佫足济啦吼。啊，遮来成立即个台湾展吼，啊，主要来讲，因迄个年代，若要参加地展吼，爱将因个作品送去东京，啊，是由东京个日本人个即评审委员个评审了，若得奖呢，哇，就变有名起来吼。啊，因认为讲，欸，台湾人个作品。无需要日本人来评审嘛，咱家己台湾人嘛当评审吼，啊，所以呢，成立这个台湾展吼，啊，这就是台湾这个文化艺术的主体性，啊，是主体意识的一个表现啦吼，真好的一个表现。啊，即摆目前呢，譬如讲廖介春吼，啊，是这个陈林波啊。因的话伫国际拍卖会内底吼，啊，说北斗尔呢，十号的吼，啊，说北斗吼，诶，两三亿呢，真无简单呢吼，所以就是讲，迄当时因遮的成就吼，都非常非常的悬啦吼，所以1930年代会使讲是台湾文化艺术的这个黄金时代吼，黄金时代。啊，1941年呢，啊，咱知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啦，吼。啊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阵，就日本去炸这个珍珠港，吼，这咱拢知影，吼。啊，迄当时台湾人就是大部分拢去日本留学，那家己厝里经济较好啊，吼，日本留学，啊，经过日本呢，啊，去中国东北。吼、哦，啊，是去中国的华北，吼、哦，啊，是安那去中国华北呢？因为迄当时呢，日本伫华北成立一个满洲政府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需要足济人才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真济台湾人拢去迄个所在，特别是医生，吼、哦，有四五千个医生，吼、哦，去到遐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伊去到遐的时阵，吼、哦。唔敢讲家己是台湾人吼，彼此之间拢用白纸吼做代号吼，讲是台湾人吼。啊，即个家庭经济较无好诶，即个子弟呢，因为太平洋战争呢，顶掉啊去南洋作战，吼、哦，有诶做兵诶，有做军夫诶吼，啊，结果呢？死伫南庙的足济吼，无法度转来，真济。咱知影，若有看即个李峤吼，苗栗人李峤，有写一个《寒夜三部曲》吼，其中的一本就伫写讲台湾人顶吊去南庙作战的即个经过吼，哇，写真悲惨吼，即个人安尼叫，毋然战死伫遐吼。有诶，腰死伫遐有足济安尼吼。啊，1945呢，啊，台湾日本战败，吼、哦，啊，
这祖国牌呢，就随这个蒋介石呢来占领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因叫做回归祖国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就是讲，1945呢，日本战败，啊，真侪台湾人讲，哎，啊，日本战败啊，啊，台湾占领啊，所以唔知讲迄当时呢，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。伫迄个网络顶悬 ，email 我捌接到一挂少年咧，甲讲吼，迄、那个太平洋战争吼，因兜互日本轰炸啦，讲你对毋对？伊当时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啊，哪有可能日本来轰炸家己的领土？啊，所以对历史就无了解吼、哦，因为互国民党洗脑吼，毋、哦、知影讲日本战败，台湾嘛是战败安尼吼。哦啊！1945台湾，和这个蒋介石因来占领了后呢，经过两年，和、哦、大屠杀啦，开始杀人啊！吼、哦！啊，这祖国派呢，开发觉讲啊，原来这个祖国的梦呢，啊，已经破碎去啊！哦，啊，就是因为安尼，伊甲产生啊，台湾人应该家己来管家己，家己治理家己。家己有家己的国家，所以有这台湾独立的这个想法吼、哦，是从二二八开始安尼吼。啊，第二二八呢，牺牲的人呢，根据这个 George Kerr 美国人吼、哦、所写的这个诶册吼，伊、哦、是估计差不多20,000以上啦吼、哦。但是真侪台湾人讲唔领20,000人吼、哦，啊，确实偌济人。无人知，吼、哦，无人知。但至少咱知影讲有20,000人以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牺牲的吼，真侪呢，拢是当时呢非常优秀的这个台湾人，吼、哦。比如讲林茂生，伊是当时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，吼、哦，这文学博士啊，吼、哦，是真优秀的台湾人，吼、哦。啊，花莲这个张七郎医生，吼、哦。迄嘛真优秀的医生呢，结果伊甲三个囡仔吼，拢掠去吼，啊结果呢，伊一个妹仔囝，上细汉的囝甲放出来，因为伊细汉的囝呢，落地下摕一张单呢，写讲伊是军医吼，啊所以甲放出来，啊结果呢，因老爸张七郎两个后生拢枪毙，拢死吼、啊，所以是真残忍吼，规家伙啊吼。啊，陈定波都要有讲吼，真有名的画家吼，嘛二二八吼，断死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即个无断死即个人呢，活动来走啊，啊无是死路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像石雪红啦、杨克红，即个台湾共产党伊就走咱中国去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廖文业啦，像苏明先生啦，吼、哦，因就走咱日本去。啊，所以当日本开始推动台湾独立运动啊咧，啊，石雪红呢，伊当时二二八的时阵，伊是安那走离开台湾，哦，要安那走呢？伊是想讲，诶，上危险的所在，就是上安全的所在，啊，所以伊甲杨克红呢，就走去高雄遮营，去坐迄个国民党的军舰吼。哦迄当时还佫中国还佫咧内战啊，坐军舰去中国吼、哦，透过武装官的伊爬去军舰安尼吼，啊走去中国安尼。啊廖文业呢，咱知影廖文业是云林西丽人吼、哦，西丽廖家是一个大家族吼、哦，啊伊这个廖家呢真无简单哦，这廖家有出六个。美国的博士真无简单吼、哦，啊，廖文嘅伊本身是美国的这个机械博士吼，是一个博士，啊，伊走去到日本呢，就开始台湾独立运动，成立这个台湾临时政府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国民党要佮掠，啊，但是人伫东京那边佮掠，掠袂到，所以国民党就。好啊！你掠你袂到，我掠恁，你兄弟啊，兄弟总掠，
吼，那亚索啊掠，啊因的迪拉啊掠吼，啊这了家是大众吼，啊真侪财产，真侪土地吼，啊总甲你没收。啊因兄弟呢，甲判死刑。伊讲你要倒来无？你若倒来呢，恁兄弟免死。啊你若无倒来，你判死刑要执行吼，要平掉安尼。所以各位。咱若是聊文艺的时阵，啊，咱要安怎决定？哦，这无简单呢，天人交战呢。哦，我一生为台湾独立运动，啊，我要转来，顶有投降啊。啊，若无转来，我兄弟互拍死啊，财产没收啊，啊，所以无法度。因为安尼伊转来，吼、哦，转来当然是含枉啦，吼、哦。回来到台湾也是很物质啦吼，到尾国民党给他做石门水库的库长吼，去管石门水库吼。啊，因兄弟呢，死刑变无期，无期个判几年安尼吼。啊，最后一挂财产吼，部分拢还伊就对啦吼。所以因为安尼，最后嘛物质吼，台湾过身安尼吼。啊，这个苏明先生哇，九十几岁，即摆回来伫台湾吼。真无简单哦，伊一生嘛是为着台湾独立运动，到即马还搁咧行街头吼、哦，真无简单吼、哦。啊，伊是早期啊反国民党吼、哦，啊国民党要甲掠，哇！啊伊要安怎？咱知影早期吼、哦，啊在屏东来知影，真紧张诶。吼、哦，迄当时紧张外销吼偌厉害诶吼、哦，啊所以家人有紧张船吼。哦专门载金蕉去日本的，啊，迄阵的金蕉拢装伫迄个竹篮啊，吼，啊，就举去船顶啊，啊，苏明先生就好啊，伊甲装作伊是空缸吼，啊，金蕉迄个篮啊，就扛咧吼，啊，就爬去船顶啊咧吼，啊，去船顶了后就眯咧吼，眯到迄个船的上下骹咧吼，啊，去到日本了后，伊就跳船啊，都无要转来吼，去日本了后，日本警察抓伊咧，啊，日本警察就要甲送倒来台湾咧吼。啊，结果呢，啊，国民党讲有一个文呢，去予日本政府讲，因吼要通缉这个苏明，伊通缉犯，啊，所以日本讲啊，安尼伊国民党要通缉，安尼这个正确伊是政治犯，啊，所以因为政治犯吼。啊，所以日本给伊这个啊政治庇护，啊，所以因为安尼，伊就会当留伫继续留伫日本安尼吼。啊，伊伫日本早期嘛真拍拼吼，伊卖面啦，吼、哦，卖面卖水饺吼、哦。啊，伫迄个东京一个新宿区的所在吼。啊，咱知影日本人伫华北足济，因为有一个满洲国嘛吼。哦所以日本人移民去这个满洲足济，啊，战后呢，足济拢转来，啊，伫华北咱知拢食面个啊，爱食面啦，爱食水饺啦，吼、哦，所以生意特别好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因为卖面卖到吼，伫遐买土地起大楼吼，啊，就是伊靠这间大楼，一收入吼来咧做独立运动安尼吼，真无简单吼。1949吼，咱拄拄啊嘛小可提起吼，1949，即个共产党啊、国民党内战吼，啊共产党拍赢，啊拍输诶，国民党爱走路啊，啊所以伊就是逃亡来台湾吼，啊1949呢，台湾是日本诶领土，啊所以伫中国走来一个日本领土，啊当然是流亡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无是只流氓吼、哦，像达赖喇嘛啊，相共，伊从西藏啊流亡去印度啊，印度毋是伊领土啊，所以伊是流氓，啊，所以是流氓还是无毋对吼、哦？所以中国国民党呢有两层的性格，第一个，1945年呢，伊是受民军的命令来占领台湾，吼、哦，所以伊是占领军吼。哦迄是国民党，还是讲蒋介石吼，一个性格吼，
第二个伊就是流氓，所以伊的性格就是流氓甲占领吼，即相同的性格吼。啊，迄当时1949年国民党的即个蒋介石啊，伊是在野呢，吼，已经死掉即个中华民国的总统，伊是一个平民的身份逃亡来台湾吼。啊，过一年了就是，伊讲。伊要阁转来做中华民国总统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伫历史的课本读讲，伊是复兴四世，吼、哦！要阁转来做总统啊，啊，伊就转来做总统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做了后就开始白色恐怖，哇，开始杀人。啊，即摆呢，毋仅讲杀台湾人，诶，中国人煞杀，吼、哦！若有共产思想的、社会主义思想的，即个人总杀安尼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因为安尼呢，真侪台湾精英呢，啊，着噤声，啊，无着走咱海外去吼、哦。啊，1952即个旧金山合约吼、哦、，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吼、哦，啊，签字生效安尼吼，啊，日本正式放弃台湾的管辖权。啊，咱知影1950年代。啊，真侪台湾人因为白色恐怖吼，真侪台湾人嘛离开吼、哦、台湾，脱离台湾安尼吼，拄拄也有小可提起吼、哦。啊，即留学生就走咱日本，走去美国，啊，开始从事美国的即、這个啊台湾独立运动。啊，1956年第一个美国的独立运动的组织叫做 Formosa's Free Formosa 吼、哦。台湾人的自由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有遮济吼，有五个即个五杰，叫做费城五杰哦，遮人吼、哦，啊，1957，咱知影，啊，1957，台湾开始地方选举吼，啊，有即个省议会五虎将，啊，五虎将内底呢有一个一凤啦吼，柯世贤家己吼，伊、哦、是女将，哎、欸，伊是女性吼。哦啊，所以一方啊，剩诶，遮是五虎吼，啊，遮拢真优秀诶，即个台湾人，像李万基啊，伊是留法国诶吼，留法国诶一个人吼，啊，所以真优秀台湾人，遮台湾人咯已经往生啊吼，啊，1964年吼、啊，有一个台湾人民自救宣言，啊，即个潘明明教授因两个学生。一个是贾崇敏吼，啊，即魏廷条吼，啊，魏廷条嘛已经过身啊吼，贾崇敏吼，啊，搁伫咧安尼吼，啊，即、這个自救宣言，迄当时呢，伊就讲啊，反共大陆无望吼，啊，台湾啊实行民主吼，啊，会当会选举吼，啊，台湾人啊参与政治，啊，伫咧年代花。话讲反共无望哦，哇，这抬头侪呢。上讲话讲反共无望，大家嘛反共反共反共大陆去个啊。你讲反共无望啊，这抬头啊，啊，所以这人就抓起来吼、哦。啊，抓起来，潘明明教授伊国际有名个吼、哦，美国无啥敢甲伊震动，甲伊软禁，甲禁伫因家呢吼，伊、哦、无自由呢。啊，而且嘛，伊个安全吼、哦、受到威胁，啊，伊想讲哇，啊，无走离开台湾，伊个性命可能嘛有问题咧，啊，伊就想办法走离开台湾。欸，啊，你要安怎走离开台湾？伫迄个年代吼、哦，啊，你搁受监视咧，伊拢派一挂了白啊，伫你门下口，伫甲你监视咧吼、哦。啊，伊想出一步，啥物步呢？伊就是。逐日拢徛伫伊客厅个窗仔前，互遮监视个遮了白仔看吼、哦。啊，伊还佫伫遐吼，啊，伊就开始流喙手、流头毛，吼、哦。啊，流啊呢，呼啾呼啾啊呢吼。啊，有一天暗时呢，美国一个宣教授、宣教师吼，我那呼啾个吼，伊、哦、就来佮拜访。啊，拜访了后呢？迄暗呢，啊，潘明明先生就化妆做宣教师，就转去啊。啊，这个宣教师就留在潘教授因家吼，
隔日呢，这宣教师就徛在窗仔前，啊，这了不要看啊，好手的那个底下的吼，啊，无问题啦吼，啊，所以记录照写吼，啊，无时无日啊，平平顺顺啊，搁伫遮，啊，结果伊就是迄一暝出去坐船呢，去到香港，啊，但香港坐飞机去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呢，就是安尼逃走出去吼。啊，无偌久以前，即个宣教师呢，有一个新书发表会吼，啊，就是即个宣教师叫做 Thornberry 吼，即个宣教师安尼，所以有一挂美国人吼，原来为着台湾帮助台湾，啊，但是有代价呢，结果国民党就给驱逐出境啊，袂使阁倒来吼，啊，美国嘛甲点了做记号啊。美国的，伊要抢美国护照，美国护照嘛无爱好伊啊，吼、哦，所以有这段故事安尼吼。啊，1970年代就开始台湾世界性的这个独立联盟吼、哦、成立，啊，有这人吼、哦，这个蔡东营、张灿宏，一个主席、副主席吼，即马拢转来伫台湾吼、哦，啊，罗文雄呢是台中人。伊是组织部的吼，啊，陈良志是做外交的吼，啊，我迄当时是即个秘书长吼，啊，1970年代吼，就是拼命命脱离台湾，啊，1970啊，吴文良电视台伫美国市长吼，啊，1971年呢，蒋介石及其代表吼被驱出联合国，啊，遮呢。咱拢奉教育讲，中华民国奉驱出联合国，其实毋对，是联合国迄个国语文写足清楚，就是讲蒋介石及其代表吼驱出联合国，啊，中华民国啊，佫留伫联合国啊，啊，伊个名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所以咱真侪民间吼。有咧讲啥物要翻脸啦吼，要倒转去联合国个啦吼，袂通。伊中华民国证都伫联合国啊，你免那个转去用联合国个名，袂通，袂通安尼吼。所以是蒋介石个个代表被驱出联合国。歹势，我小可感冒吼。完全好。啊，1975呢，蒋介石死亡吼。啊，1977，中路教会有一个林权宣言，话讲台湾应该成做一个新个独立的国家。啊，七八年呢，蒋经国继续统治台湾。1979年，咱知影吼，有一个美丽岛事件，啊，1979呢，嘛是美国甲一个台湾吼，甲中华民国断交，啊，甲一个台湾人民共和国建交吼，啊，1979年，这个美国国会通过一个台湾管理法。叫做《台湾 Relations Act》哈，啊，这是美国的国内法，是美国国会通过。台湾若是一个国家的时阵吼，美国无可能通过一个国内法和台湾发生关联。假使台湾若是国家吼，就应该台湾甲美国签条约，吼。啊，这毋是，这是国内法，啊，所以真清楚，台湾并毋是一个国家，吼。啊，这个台湾管理法内底写甲真清楚，就是讲1979年正月初开始，啊，所谓中华民国呢，要甲叫做台湾地理当局，
无要搁个叫做中华民国安尼。啊，所以咱咧讲个中华民国，其实就是台湾地理当局吼，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啊。啊，1986民进党成立吼，啊，87就是戒严吼，是用38年个戒严呢戒毒吼。啊，戒毒了呢，嘛是照样掠人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戒严了呢，真侪台湾人，哇，大家拢拼来选举，因为无危险嘛呢，吼、哦。早期选举还阁有危险无？啊，即马无危险嘛，来拼来选举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选举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选举呢，变作加强即个中华民国个体制。互伊即个体制呢，继续会当运作吼，啊，所以落去选举是对啊，毋对吼？可能伫遮就会当了解吼。啊，1989吼，啊，郑南榕先生自焚吼。啊，1990年啊，即、這个伫海外遮黑名单开始拢倒来啊，回流啊吼。啊，拄拄我讲起，我是1991吼，九月倒来，啊，九月倒来嘛是照样，啊，阁是黑名单吼。啊，过去伫海外做台独运动诶，啊，就是咧讲，哦，我要用一切诶手段，任何手段，拍倒国民党，互国民党伫地球诶顶端消失吼。啊，结果即摆会当倒来吼。大家拢拼了一双股啊，啊，袂记讲古早是要拍倒中华民国啊，即嘛是咧拥护中华民国吼、哦，才变作安尼吼。啊，1990年呢，啊，李登辉就任中华民国的总统。啊，1991年呢，啊，有一挂运动，有一个独台案，有著三个。三个还是四个吼，啊，少年囡仔互掠去吼，啊，讲因为伊去日本接触苏明先生，啊，所以是台独分子，啊，所以掠起来安尼吼。啊，1991年有一个一百行动联盟，这个一百行动联盟要安怎呢？伊是讲爱废除刑法100条，刑法100条咧讲，你的头壳还是你的思想咧想啥物？啊，都有罪啊，就当甲你判刑啊。伊讲这伤过含啦吼，我读甲你想啥哪有罪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个行动联盟呢，最后成功吼、哦，一百行动联盟一百刑法100条取消啊，所以真侪人都放出来吼、哦，因为我咧话讲我要反国民党，安尼也袂散啦，安尼就掠去关啊，所以才拢放出来吼。哦啊，有外道会，有台湾教师联盟吼。啊，1996呢，李登辉先生变成第一任的中华民国的民选的这个总统。啊，2000年就是阿扁啊吼，啊选赢啊吼，啊真欢喜，真侪台湾人嘛真欢喜，讲哇，啊台湾要出头天啊吼，啊咱都改一个名。啊，就会当变作一个国家吼、哦。结果呢，证明讲正名建国这条路未通吼、哦。啊，若未通呢，啊，变啊本身煞拍来乌罗吼，啊，目前啊，搁咧坐监吼。所以要透过中华民国选举来建国吼、哦，这条路是未通的。啊，你讲1996年呢？啊，咱了解吼、哦，林志升先生顶吼、哦，控告美国政府，啊，要安怎控告美国政府呢？假使若无充足的理由，你敢敢去控告一个政府？吼、哦，啊，你伫台湾要控告美国政府，即、這个爱请律师呢？啊，这個、律师是摕美金的呢，吼、哦。即你若无相当的把握，你敢敢？你毋敢吼、啊哦？啊，即、这个把握伊的论述是安怎呢？
主要是根据旧金山合约。啊，旧金山合约真清楚，就是讲你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，因为你美国主要是打赢日本啊，啊，所以你是征服者吼，你是主要占领权国吼。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哈，所以台湾呢是予美国征服去的，啊，所以台湾应该变成做美国海外一个未合并的领土，伊无合并做美国的领土，是未合并的领土哈。啊，依据啊是讲根据美国的宪法啦，伫海外未合并领土顶端的本土台湾人，哦，这是本土台湾人哦，不是所有的台湾人吼、哦，应该享有美国宪法保障之下的这个基本人权，吼、哦，咱应该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，啊，所以至少呢，咱应该爱有迄个旅行的证件，有这个自由，吼、哦，所以因为这个论述。啊、所以 Richard Hudson 哈、啊，啊，即摆伊无来，可能感冒吼、啊。啊，甲林志雄先生等等哈，即个论述哈，会使讲是1945年太平洋战争以后，下一个上重要、上正确的一个诉求哈、啊。啊，这个诉求受到这个翻译的验证哦，是正确的哈。啊啊，经过3年以后呢，美国最高法院呢做出一个判决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判决文呢，各位若有机会看哈、哦，应该爱看，真精彩哈、哦。对台湾的地位讲啊真清楚哈、哦。啊，判决文呢写讲，过去60多年来哈、哦，台湾人民拢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。啊、台湾呢，一直无有一个一致认知的这个政府，吼、哦。啊，伫国际社会中呢，台湾无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地位，吼、哦。这个范例甲咱讲啊，遮清楚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问题是，什么人对台湾呢，会使行使主权？这个问题呢，是政治问题。伊司法呢？无法度处理这个问题，啊，所以因为安尼呢，法院将这个控诉，美国这个控诉案呢，就庭审吼，就这控诉案就到这吼，啊，至少咱了解呢，这个整个这个论述是正确的吼，啊，是这个法院的这个辩论过程中啊，这个法官嘛讲啊真清楚，就是讲对这个论述呢。伊无法度挑战这个论述哈，但是对于官啊官，伊无法度哈超过伊的范围安尼哈。所以经过这讲个哈，都真清楚，台湾啊是中华民国，拢唔是一个国家哈。所以这就是讲美国国会。啊，是美国哈、啊、对台湾有一个管辖权，啊，所以对台湾的这个地位要有改变吼、啊，咱嘛是需要透过美国的国会，美国国会闹提案，美国政府你来实行啊，啊，所以美国参议员呢对台湾应该呢有一挂这个影响力哈，啊，所以咱的运动的方向。啊，即马就真清楚，啊，透过美国的国会，啊，日本呢，啊，透过日本的国会，吼、哦，啊，靠我倒来讨台湾人的这个地位的问题，和台湾人的地位正常化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即马就咱真清楚，咱2011年即马是12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民政府的这个对台湾的这个。时代引领应该安怎吼？咱的策略吼，咱的政策应该爱安怎吼？啊，我看咱的时间是不是留3分至5分吼？啊，看有啥物
意见吼，大家要分享的。啊，我留这个三五分的时间吼，和大家呢吼。啊，所以以上的这个课吼，就到这吼，剩的这个分享的时间吼，我大家有什么意见无？无意见要分享吼，啊，咱即只来结束，啊，等下就当食饭啊，吼，安尼以上吼，啊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即起立，立正，行礼，请坐。